各位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新杰。那受到整个昨天晚上美国股市公布，整个美国公布所谓的十月的 CPI 哦，7.7%低于市场预期的一个哦带动之下，美国股市昨天是一个暴涨收盘，那也因此带动台股今天是直接开高震荡走高，也大涨了504点，收在14007点这附近。好，那当整个不管在整个美国的一个通膨的一个数据，如我们在过去这一个多月跟投资者讲的。美国的通膨，严重的通膨其实已经见顶，开始做个缓降动作，下半年是缓降，那明年因为今年基期高，明年的美国的通膨有机会出现一个陡降一个情形。所以其实到整个今天的美国的一个股市一个大，因为美国的一个通膨数据低市场预期的大涨，甚至台股今天暴涨攻到整个14000点上下附近，刚好来到所谓一个季线上下这附近，那整个台股暴涨的一个攻到万四这附近，这一波的一个中期反弹结束了吗？我相信其实很多的看空的专家，或者很多这一波从低档上来，这已经从整个所谓一个12629点涨到今天盘中已经来到14040几点，这一波已经台股已经涨了1400点左右的过程当中，因为很多专家之前的过度保守，所以没有跟到，没有赚到，甚至搞不好这一波因为过度，因为去做任何的放空动作，特别包含在昨天看到前天晚上，美国股市大跌，昨天台股不是开低跌了100多点吗？我相信昨天很多的专家要带着你卖股票，昨天很多的专家要告诉你任何反弹接卖点接空点，但是你只要昨天的空单，我相信你也补不到什么好便宜啦，因为我相信昨天台股也是你空单空下去，我相信你赚不到什么钱。那我不管，你昨天只要空单有赚不补的，今天直接开盘就是4500点，空单直接把你刚好把你手上的空单割到直接断头毕业出场，或者今天早盘去放空的，以为今天台股会开高走低的专家，也是比比皆是。结果今天开高并没有走低，今天跑去放空的，尾盘又是彼此摸着认赔空单认赔回补，因为大盘最后是开高走高，大涨了504点。好，那我相信其实我废话不多谈，重点今天新老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波的中期反弹结束了吗？那还记得整个过去这个礼拜以来，不管是说在整个前几天上半周大盘指数收红大涨上来，甚至包含在整个昨天礼拜四台股直接开低走低下跌100多点做收的时候，我相信你只要是不管是新角色的家族成员，或者你是我的 FB 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 Nice 一个粉丝团好友们，甚至你只要是新角色的一个忠实观众们，你都很清楚知道我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来每天良心这个叫做每天整个苦口婆心的一直善意的提醒大家，只要你愿意相信这一波真的是大行情，你只要你愿意相信这是3000点左右的中期大反弹行情，只要你愿意进来买股票，我说只要你敢买，你绝对赚得到钱，有没有？我甚至到昨天下跌100多点，我还是跟你讲这句话，只要你愿意跟着信杰老师我买低档的今年跌过头跌太深的一些绩优的电子股，我说你只要敢逢低买，你到今天为止你都一定赚得到钱。甚至你看到整个这礼拜周线大涨了将近1000点来做收，对不对？那不管在整个大盘的加大盘的看法，个股或大盘的加权指数，我相信我们在过去所讲的到今天为止几乎是完完全全的都得到验证。那我相信我们也不是只有在验证而已，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不管是在整个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甚至在个股操作，我相信到今天为止你绝对都是大获全胜，刚好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的去过个周休二日，去好好度个假，下礼拜震荡逢回，信早师我再带你逢低买，再带你逢低赚。好，那回过头来，整个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多单7天高达将近1200点左右的价差，我想其实谈到整个指数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说我们不一定要每天杀进杀出的，每天杀进杀出你真的是在帮营业员帮你的券商的营业员赚手续费而已，你也真的是赚不到什么大钱。但是我说只要在关键的时刻，我说不用多，
你一年只要逮到几次这种大行情的话，你只要这一年掌握到几次大行情之外，哇，这个七天1200点价差，哎，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赚在口袋里面。我相信你只要是信乔氏大财富的家族成员，或者你只要是我的，你不管你是我的粉丝团好友们，或是我的忠实观众们，过去这七天你要跟着我买到赚到的人，我觉得今天应该只有一个字形容，真的叫做爽，哦，真的叫做爽。七天1200点的价差，哎，七天一口气一直接一笔让你赚1200点的价差，爽不爽？真的像素信乔氏，原谅我今天讲话比较粗俗一点，我送我，爽不爽？七天1200点的价差，你看哪个专家过去可以带你做这种 一口气就赚1200点的价差，而且只花你七天的时间，2.44倍的涨幅。所谓的2.44倍，不是10万变24万哦，你错了哦，那个不叫做2.44倍，那叫1点多倍哦。2.44倍是什么意思？10万你赚24万，你10万你七天的时间赚变成34万，10万七天变34万，24万20万赚2.44倍，赚40几万，20万你七天变68万，10万，10万块七天变34万，20万你七天时间变成68万。好，20万七天赚48万。说真的，你20万，你好好掌握到这一波。好，七天赚48万。好，你那种连月薪4万块的，你七天把人家打死了。好，七天赚人家一年的年薪。对，如果你一个月，很多一般的上班族，对不对？一个月是算4万块的薪水，一年赚年薪48万，你七天。七天2.44倍，你20万的本金直接把它打死。七天赚48万，20万赚48万，对，这不叫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这个不是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信乔氏跟你讲的吗？弯腰捡黄金，只要你愿意。到目前为止，哪怕这一波台股今天大涨500点，哪怕这一波台股到目前为止涨了1400多点上来，我还是告诉你，只要你愿意相信，终极反弹仍然没有结束。你还是可以在下礼拜震荡逢回过程当中让你买到赚到，只要你愿意付出行动，好，跟着信乔氏的脚步来操作，不管在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好，或者在个股的操作，好，弯腰，你只要你愿意弯腰去捡钻石，我跟你讲，你遍地都是黄金，信不信由你。好，那除了说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的操作，这也算蛮经典的，七天1200点的价差。好，七天1200点的价差，而且我都在节目当中跟你公开分享。台积电有没有在整个过去这一个月左右？我天天告诉你，400块以下闭着眼睛买，你一定赚钱。谁敢跟你讲这句话？请问哪个外资法人敢跟你讲这句话？请问哪个国内法人敢跟你讲这句话？请问哪个本土券商投顾的分析师敢跟你讲这句话？请问哪一个同业专家们敢跟你讲这句话？请问哪一个网络达人们？请问哪一个所谓的投资朋友们或者股市酸民们敢跟你讲这句话？400块以下闭着眼睛买，你今年一定赚钱。400块以下台积电闭着眼睛买，今年赚钱。你说那个什么什么陆叉叉，什么重量级的半导体分析师陆叉之、陈叉华等等这些重量级的分析师，他敢跟你讲这句话吗？他敢跟你讲400块以下台积电闭着眼睛买，你今年就一定会赚钱吗？我没有说让你摆到明年、后年、好3年之后、10年之后，说是摆到20年、30年，下辈子再说、哦。我在过去这一个月，我几乎天天在明节目当中很肯定告诉你，400块以下台积电，你闭着眼睛买，你今年底以前就让你赚到钱。我说你今年底以前就让你赚到钱，对不对？那我相信到今天为止，也完完全全都得到那里得到验证。那我相信，我希望的是，你今天看到信乔老师的节目，或是你是我的忠实观众，你天天看我节目的投资朋友们，你不是只是在验证，哇，今这一波信乔老师好神，啊，这一波信乔老师很准，啊，这一波信只有全市场只有信乔老师我看对，因为不管我到底是神，到底我是不是准，或是我有没有看对，我认为都是其次，
其实我希望的就是你有没有跟着信教社会员一样，你有没有跟着信教社家族成员，你有没有跟着信教社的粉丝团好友们一样，这一波目前谈了1400点，你都在低档买到赚到，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那不是大家都希望买在相对低档吗？我说真正低档来的你敢买吗？在真正在低档区你没有信教社的家族成员盘中讯息你敢买吗？昨天台股下跌135点，你敢买股票吗？你看到前天晚上美国股市暴跌600点，你昨天台股开低跌100-200点，你敢买100多点，敢买股票吗？但是你昨天开低你敢买，锦硕昨天尾盘112买，这绝对让你穿价成交嘛。我也不要说锦硕我昨天买到昨天盘中最低110.5嘛。金老师我讲过的，我不喜欢像其他专家一样每天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哦，不要把买最低卖最高那种神操作，或者每天拿着软体指标给你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涨的时候就说做多大赚，跌的时候又说要放空大赚。对，昨天开低走低跌100多点，他就告诉你的空他多单出场反手放空又赚钱，结果今天大涨500多点，他又给你翻多的啊。昨天说放空赚钱，今天大涨500多点，你要怎么翻多赚钱？请问你要又要说夜盘的吗？你有没有发觉现在很多专家每天拿着软体指标事后看图说故事放马炮，已经投机到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已经投机到都用夜盘跟你解盘的吗？对不对？如果今天早盘买不到的，就跟你说昨天夜盘买得到啊，对不对？如果今天是开低盘，你早盘出不到多单的，他要告诉你是夜盘出掉的吗？胡说八道，投机取巧的一堆。那我想，我废话不多谈，我想谈到整个锦硕，昨天尾盘112买，今天涨停124附近，我们用市价卖，所以一定卖得掉。我们不要说一定卖到124、123.5可不可以？123可不可以？我相信一定卖得到。那说谈到整个锦硕，我记得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还多次的在节目当中给你提醒、提示、暗示哦。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多次告诉你，我昨天尾盘因为来不及印度嘛，昨天尾盘进场嘛，我来不及做次卡，对不对？所以我昨天特别在节目中说我买了一档绩优的电子股。那这一档电子股昨天我们告诉你，从200多跌到100元上下，好，从200多跌到100元上下，今年前三季赚10几块的公司，我昨天不是这样告诉你？那锦硕是不是从200多跌到100元上下？锦硕前三季是赚了12块多，是赚10几块的公司。对，昨天已经给你提示。那我在这几天也是跟投资者讲，我这句话我还是这样今天告诉你，现在这一波的终极反弹行情里面，速度会很快，所以很多好的标的，只要有急回的过程当中，你只要一犹豫，你只要一观望，你只要想说再想想看，再等等看，再观望几天看看。你只要下来没有在落底的第一时间赶快逢低买，我说拉上去你都来不及买。那很多人，我相信昨天很多人看了信杰老师的节目，也相信我所讲的，被信杰老师我打动的，就来说啊，信杰老师你昨天尾盘买的是哪一档股票？那很抱歉，昨天尾盘买，今天开盘就直奔涨停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昨天盘中，你要有信杰老师盘中的讯息在这边？好，那你说？锦硕昨天涨停，哦，昨天买12，今天涨停124上下获利出，下一档请跟上，不要再错过的，哦，如果你在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以来，你真的很可惜，因为可能跟错了专家，或者你可能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一直还在保守害怕观望，不敢买，不敢相信台股真的有这一波所谓的3000点左右终极大反弹行情的。你昨天可能还在观望，不敢进场做多，害怕美国的10月份 CPI 会不会什么高于预期，啊，然后美股昨天跳水，今天台股直接开盘重挫，很多人这样子在那边不敢买进场做多的过程当中，而错过的，到目前为止已经从12600多点涨到今天14000点，这1400点行情的投资朋友们，我认为下一档股票请跟上，你不要再错过了。哦，你真的不要错过的。所以回过来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你只要是信教师的忠实观众很清楚知道，谁全市场只有信教师我做得到，
谁敢在三个月前就划线给大盘走，跟你预测第三季财报公布前后落底？请问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是在公布第三季财报？没错吧？请问十月下旬到十一月中，是不是在公布第三季财报？是不是就是在相对低档？有没有告诉你反弹到八月初？跟你讲，反弹到季线会再下来探底打底。全市场只有信角师傅敢在三个月告诉你，而且在整个等到记得上个月十月下旬，台股破底跌到一万两千六百多点的时候，大家不是在看十年线吗？所以跌到十年线，我有没有在之前送给你关键报告铁口直断告诉你，十年线你看你今年看不到十年线。今年台股绝对跌不到，让你看不到十年线一万一上下，而且很肯定的告诉你，这里就是落底的时间，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所谓的一个费氏系数，所谓一三五八二十一算得出来的，但是我就是有本事领先上告诉你，而且公开天天在节目中跟你分享。那你回过来你会发觉，你相信我所讲的，你就是对的。甚至包括在九月十号那一天告诉你，美国严重通膨已经见顶了，已见顶开始缓降。美国严重通膨已见顶开始缓降，明年陡降，今年缓降，明年陡降。我想我从整个九月底到整个甚至到昨天，不要说到昨天，我到今天为止，我可不是看到美国十月份 CPI 7.78 创八个月新低，我才向其他专家给你事后诸葛放马后炮。我相信我过去这一个多月来，我天天有没有秀这张字卡给你看？你去看我过去这一个多月的节目当中，你哪一天没有看到这一张字卡过？所以这就是我信假说领先上告诉你的，一路告诉你这边是在打底，这边在打底，马达加斯加达一旦站上月线，会出现所谓一个多方反转的多方的什么底部打转反转的一个多方的一个反转形态，对不对？十月底从年初跌到年底。难道不会做一波终极反弹吗？那我说这一波终极反弹行情，我说以黄金切割率来讲，你最少都要弹两三千点以上。那你明明知道这一波最少最要弹两三千点，很坦白，还是所以我还是今天跟你讲这句话。哇，今天涨五百点，谢老师，我下礼拜真的还可以进场做多吗？今天涨五百点，是不是应该要卖股票的？是应该全力要放空下去的？那很简单嘛。我就反问各投资朋友，从一万两千六百多点到今天谈到一万四，请问谈两千多点了没？请问连最基本的，这叫最基本的最弱势最弱势的反弹都要谈两千多点，你到现在才谈一千四啊！所以我还是告诉你，一定还会再涨。好，当然所谓一定会涨，我不敢说礼拜一定就是收红收黑，我是跟你讲这个趋势，这一波的趋势没有多大的改变。如果来到年线上下附近，要谈到将近一万六上下，好，那我相信我也许在一万三千点下跟你讲会谈到一万六，好，很多人都不相信，很多的投资，很多的专家，很多的投资人都不相信，今天涨到一万四千点，你就稍微有点影子了。当初四百块以下，就像我跟你讲，四百块以下台积电闭着眼睛买，你不相信一样嘛？涨到今天看到四百四十几块的台积电，就相信我所讲的话了嘛？好，在上个礼拜告诉你站上月线。补缺口，站上月线就要补缺口了，对不对？一路的都没有做任何改变，我一路的都没有跟你做任何改变，对不对？在十一月三号那一天跟你讲什么？站上月线补缺口，三千点的中期反弹展开。十一月三号，你看大财富十一月三号是在一万两千八百多点进场做多，公开告诉你，指数上面透过大财富操作，我们在一万两千八百多点进场做多。对，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样赚钱啊！从十一月三号跟你讲到现在，对不对？你也知道我们在当天指数大跌一百一两百点的时候进场做多，我可不是十一月三号当天指数大涨，新小市才跟其他的专家一样，拿着软体指标告诉你，哦，你看我的软体指标出现买进信号，所以我们今天进场做多、哦。当天是大跌的，我跟你讲，我进场做多。你要的不是就是这样的专家、啊？你要后知后觉吗？还是你要先知先觉？先知先觉才能买在相对低档啊，获利了结在相对高档啊。你要的是先知先觉，你才能掌握到这一波所谓的一个你看沿路下来跟你讲的，我想废话不多，沿路跟你讲的都没有改变，过去这两三个月来都没有改变。先知先觉的人，你才赚得到所谓的怎样？这一波的怎样？
终极三千点的终极大反弹行情啊，现在只是第一阶段来到季线附近，先涨1400点来到季线附近，对不对？全市场唯一敢在上周告诉你嘛，站上月线补缺口嘛，对不对？这个缺口有没有回补？不仅回补，已经让你看到14000了，对不对？是不是？到昨天，甚至你看前天晚上美国股市不是到暴跌600点吗？美股上礼拜三暴跌600点，大家昨天台股开低走低的时候在看空的时候，我昨天跟你讲什么？对不对 ？CPI 低于8%攻击线，对，谁敢在昨天告诉你 CPI 低8%攻击线？谁敢在昨天还在告诉你美元进入整理，新台币要止贬的？我想今天台股直接开高走高一根长红，我霸掉，已经来到14000点了，对不对？大财富7天，将近1200点的价差，2.44倍的涨幅。这个七天1200点的价差，你知道的，11月3号那天公开跟你分享，你知道的，我在11月3号那天公开告诉你做多，我公开告诉你做多，而且我告诉你这一波玩大的。这波绝对跟你玩大的，你要好好把握住这一波，哦，数倍翻的财富重分配的行情。那我想信甲师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让信甲师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失望，哦，因为7天2.44倍，10万赚24万，10万金到今天为止变成34万，20万赚48万，20万到今天为止。只花了7天时间，20万变成48万。如果你50万在赚的，在做的，你7天赚120几万，你已经50万变成170几万，对不对？震荡幅还是结束就做的。所以我从整个今天的这，我还是告诉你一句话，还是苦口婆心告诉你，不要以为这边涨了1400点，不要以为来到季线这附近，或许短线会有震荡，短线就看是在季线震荡，或是冲到接近半年线在震荡。我认为短线在这个区间随时会做震荡，我个人看法是这样，也许再稍微冲一下也可以，不冲也可以，就是大概在这边会随时做震荡。但是你只要愿意相信，你只要到今天为止还是跟你讲这句话，你只要愿意相信，现在 ING 哦，现在进行式，不是12月再说，不是等1月再说，不是等到明年1月底、1月中下旬、2月份过完年再说，就是现在。你一点都不要怀疑，哦，事实证明你在过去这1-2个礼拜，你只要怀疑有真的有行情吗？真的会做一波3000点的终极大反弹的行情的投资，你只要一怀疑，你只要一犹豫，事实证明到今天为止你就是错失赚钱的机会。你只要大盘指数一拉回，你就以为反弹结束，你就以为要卖股票，包含在昨天一拉回你就在担心害怕不敢进场做多的人，你就错失这一波3000点的终极大反弹，你任何一次赚钱的一个机会，你错过了，今年可能从年初跌到年底，你可能跟错了专家或者自己操作，哦，亏了很多钱，你错过了这一次可能让你反败为胜、翻身致富的一个机会，哦，今年如果你从年初亏到年底的投资朋友们，我还是今天跟你讲这句话，你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你还是有机会反败为胜。因为这一波的终极反弹行情还没有结束，3000点的终极反弹行情现在也不过涨1400，换句话说，你还有1600点可以赚。好，你只要愿意相信，只要你愿意相信，现在到明年初会有3000点的终极大反弹行情，你就一定可以买到，而且大赚到。今天我做了一些获利调节，好，但是震荡逢回，忍者股偏多操作，请你火速跟上车。那我们今天在获利调节什么标的？第一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啊。7天1200点够的，可以先放口袋的。如果短线有高，就留给别人去赚，无所谓。至少在整个过去这7天，这一个多礼拜以来最好赚的这一段行情，7天1200点的价差，2.244倍涨幅，我已经帮我们的大财富的家族成员掌握住，买到，而且轻松开开心心的赚到的。好，那除了整个指数方面，透过大财富7天1200点价差。2.44倍涨幅之外，对不对？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什么时候买的，11月3号12000多点进场做多的，对不对？这个你都很清楚知道个股的部分，哦，啊，你在如果你要再验证，就简单，不浪费太多时间了。你当时不是很多人在说什么新台币贬值，
外资会持续汇出，新台币继续贬，股市会继续跌吗？我还记得十月底跟你讲什么，以来到最近这三十年相对高档，我说新台币就算有低有高，再贬也是末段，再贬也是末段，只要联准会确认升息幅度缩小，停止升息，短期利多将出尽。你看当时的新台币是32多哦，32多，今天已经剩下31多的，这不是就前几天连央行总裁都给你提醒的，小心赚利差赔汇差。我相信到目前为止我所讲的都完全验证。啊，你怎么不在这边去买美金？你怎么不在这边买美金？你怎么不在这边买美金？你怎么不在这边买美金？涨到这边的32多才去买美金，就好像你在过去一直不敢进场做多买股票，年初18000点才跳下去进场做多，你当然容易追在相对高档。好，废话不多谈。那你说卖什么？台积电高点600多块叫你做，叫你要卖高点400块以下，告诉你今年低点400块以下随时见今年低点，谁敢告诉你这句话？而且不是一天告诉你，天天在过去从10月19号那一天之后，你很清楚知道，我几乎天天在我的粉丝团的每天的盘中讯息，我几乎天天在整个节目里面公开跟你分享。你不要跟市场上跟那些所谓国内外法人一样，不要跟那些法人一样，你千万不要跟那些同业其他的专家一样，你千万不要跟大多数的投资朋友一样，650块拼命追，600以下闭着眼睛买，400块以下不敢买，还在恐慌害怕想卖。我说400块以下，你就是闭着眼睛给他买下去就对了。台积电400块以下，你敢买，你一定赚得到，你敢买一定赚得到，对不对？前几天稍微弹上来，我跟你讲，这条季线你会到。我们讲连台积电都会弹到季线，你不要怀疑。你说外资还在卖，外资还在看空，市场还在看空，台积电怎么会涨得动？对不对？前几天还跟你讲这个缺口一定会上来补，昨天台积电开低走低，我昨天在节目中告诉你什么？拉回还是可以买，还是往上看。请问今天台积电有没有来到季线的？请问今天你回过来看台积电这个缺口补的没？今天这个缺口补的没？这个空方缺口补的没？请问季线来了没？谁敢在之前就告诉你季线会来？全市场只有信小说做得到啊，对不对？会不会来？我说每一次跌升一定至少谈到季线半年线，到今天为止你都完全都验证。但是我还是一句话，不要只是验证，我希望你都可以跟信小说家族成员一样，你都过去这段时间买到赚到，买到轻松赚到300，我们不要说买到最低370，你只要在380、390、400块买，你一张价差都至少40到60块，买一张都赚4万到6万，买2张赚8万到12万，买10张赚40到60万，买100张台积电赚400万到600万。好，你说除了台积电，你说300-400块股票贵，你不敢买这么贵的股票，或是你的资金没那么大，一张要将近40万的台积电你买不起，我有没有告诉你你可以买 T50 真的？我有没有告诉你可以买 T50？ 来电就要告知股民。还记得我在上个月底跟你讲什么吗？我只有一个想法，希望你能够在这波终极反弹行情里面赚到钱，把你从年初到年底，你之前跟错的专家，你之前自己操作做的不顺利亏的钱，我说就这一波3000点的终极大反弹行情，让你连本带利的通通把它赚回来，对不对？当时的阿飞正赚 T50 正二，今天已经来到这边，从70涨到90.6了，对不对？我也不要说卖到早盘的最高，我今天获利出一半，因为来到季线附近我获利出一半。而且 T50 正热，你去看11月8号跟11月9号，我在 FB 的股市群会，我在 Telegram， 我在 Light 的一个粉丝团里面，我有没有跟你公开告知短线先看90上下有没有来？我在70-80块的时候就告诉你 T50 正热，短线先涨到90上下再说。我在前几天送给你的十一月份关键报告有没有告诉你短线先涨 10%， 波段涨30%，短线先涨 10%， 波段涨30%。你回过来看这礼拜 T50 真的有没有涨超过 10%， 这礼拜 T50 真的有没有涨超过 10%， 对不对？这个我都在整个你说波段看到上看多少钱，你去看我的粉丝团十一月八号跟11月9号两天的粉丝团的盘中讯息讲很清楚，这也不多讲。好，那过去的包含的新兴的价差鹏程，对，你看到都有，你都可以，你在过去这段时间，我相信你都可以跟着我们买到赚到。环球金、中美金，
啊，至于到昨天，这是我昨天尾盘印的图，反正我也懒得多修饰嘛。昨天就是买了之后，因为节目的时间，因为要上节目的关系，来不及我去做自卡。但是我昨天是不是也跟你讲的？对，我们昨天尾盘买了一档，从200多块跌到100元上下，今年却赚前三季赚十几块的绩优电子股，这一档就是锦硕。昨天尾盘112买，今天先赚一根涨停板，对不对？好，那继整个不管台积电、T50真的、新兴、中美金、环球金、鹏程、锦硕之后，我想最后节目的一点点时间，耽误大家一点，我还是打话一句，我还是非常苦口婆心的、善意的提醒大家，只要你愿意相信，现在哦，现在哦，不是等到十二月，更不是等到明年一月，或是等到明年过完年再说。好，现在到明年初会有一波3000点中左右的中期反弹行情的人，我相信你在下礼拜震荡逢回过程当中，你就一定可以买到，而且赚到大赚到。好，今天我做一些获利调节，不是看坏行情，而是在震荡逢回，我们还要再进场做多。我们在震荡逢回还是要逢低进场做多。请如果过去这段时间你们跟着我们买到赚到钱的投资朋友们，请你火速跟上。好，跟着信杰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操作。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